大家多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啊，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下载页面了，然后抽的奖也会多一点。厂商一看，哎，我们的扫码扫的比较多，就会给我们额外的额度，给大家多抽点奖。然后攻速还行吧，我准备好了，正在觅食。这一轮锁着脚啊，哎呀，拿个皎月吧，我挺想拿着狗头人的。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那怎么没有天选之人呢？三国，这边怎么能升呢？这狗头人撇了吧，要不升了上个刺客，给我来个两倍天选，我好玩啊！这，你这不又那啥了吗？你说，这不又玩那莫干辣了吗？我来把弩弩也行啊，有三国天选我也要了啊，先来个盖轮。为啥卡特没有标记？因为卡特没赢过。这家伙，你给我个福星我都要了，是不是？七法龙不厉害那玩意儿了，我试吧，拿俩刺儿吧。二银钻，不管是用爪还是用毛，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你给个重装我也来要泰坦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难呐，难！正在觅食，拿盖眼轮吧。我先走一走小三国啊，我先小走一下三国。拿点啥装备呢？俺们这第一名好像也就只能看着了，这装备。
能拿大剑就拿大剑吧，实在拿不了啥的，我们就拿个全套，这不行。我给卡特上个水银，谢谢拿着给嫂子的飞机。你说我这派克我要不要呢？这派克我其实可以要，这派克估计要掉血了，要掉血了，满血吃鸡了吗？你要送超火了，满血吃鸡了，送吧。狗三国呀，狗三国也行，养把卡特，狗三国，水银泰坦，水银泰坦，卡特还要点啥装备？来个科技枪怎么样？水银泰坦科技枪行，再给个卡特吧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魔刀。来了个刀锋，你说我五级，你给我一费神死，我而且还他妈是个狗头人呢，你给点别的都行啊，真难受。大棒大剑，正义之手也行，卡特不用科技枪，正义之手也是可以。哎呦啊，漂亮，露三国了。哎，来把狗三国呀，下边给个馒头吧，胃不要了，把胃撇了。这波应该卖一个派克，这波把派克卖了。
是用爪还是用矛，你的结局都是派克必须得要的。那他不卡钱了吗？他也上不去，你着啥急呢？随便给他配个刺客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别着急，盖伦要删呢，盖伦能删就删呗，那狗三国谁删不行呢？随便删吧。换个位，换个位呀，那水银换个位。啥钱把胃给换了，赶紧给个胃，给个盖伦也行，给我转 EQ 耳链 A 死他。哎呀，这龙女这波都能赢，我属实没想到。我直接来个暴击手套吧，给他来个正义，咱也别要那科技枪了，那科技枪也拿不着。这波大虫子还是黄子都可以要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我换个位。不仅赢我，赢我就算了啊，赢我也就算了，还得恶心我一手。家猫，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这怎么办啊？这胃都165了。换个位，那也换个位啊，换个位。这卡特启动真是真慢。卡特100秒启动一次。下波给卡特，给卡特，卡特来了个位，再换个位。我小弟一个卡特，我递出来个位，我要不要这位呢？哎，我不要这位，我小弟个位，来卡特，小弟一手，给个破盖轮子有什么用啊？这算了，生吧。完了，打不过这波，我难受了。我把包女儿撇了吧。这三国质量真差呀，真差劲，真是不太行。那 buff 都满了都赢不了。龙魂的玩具。能给科技枪吗？那全是大腰带的，看到没？
哎呦，我给了个位啊，可以。升吧，升级找个蛮子。给卡特传送门找开大不行，那卡特必须得要个回血。你这卡特跳人群不等死呢吗？那送啊，送死啊！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给我个二星卡特就能顶住了，应该。小弟个卡特。能不能给个卡特？我受不了了！啊！最后一下，操了！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位还要删了呢，怎么呀？给个二星卡特呗！哎呀！把那水银泰坦科技枪给封了，老刷屏。人家劫都删了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这把能打这个劫，啊，我们这把能打这个劫，只要我的卡特等级高一点。给卡特，卡特，我看他于是八级的卡特吧，真难玩啊，真难玩啊，真是难玩呐、啊。整的卡特跟脑血栓似的，我操了！能不能给个卡特？再递一下肯定出来，我再递就30块钱了，不合适了，这得运营啊！这波我要瞒着。完了，瞒着还没了。哎西简直难玩，我们坚决不给那第一名有火炮啊，一定给他火炮，给他站住了，不让他有火炮，直接把攻速给他拿了，我们不要都恶心他啊，恶心他，我们不要也得恶心他。要大剑，要什么大剑？要大剑，你劫肯定没火炮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劫指定没有。不给的，我再递一下啊，最后一下。我拿个乌鸦吧。这乌鸦可以保命啊！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永恩好像没什么用，永恩也没宗师。这将会是场毒杀。瞒着来了。
如果我们没有，如果我们实在没有那个狗三国，我们就凑个三战神。配个沙米拉，火炮给蛮王的，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下波别给我喂就行啊，下波别给我喂，我不要那喂，我要拉巴了，我准备拉巴了。这黄子儿我决定撇一张，装备放不下了，给他们展示下你的能力。奥纳夫想拿一手可以，大棒，拉吧！哎呦我操了，这二星卡特可不容易啊，火炮奥拉夫没用，那奥拉夫是那啥的，是那个奥拉夫是凑数的。还差个黄鸡呀、啊。你说万一下波给个三国天选，不是三国天选，给个三国的旗儿怎么整？下一波这样吧，盖伦撇一张吧。漫天飞雨，不行了，乌鸦顶不住了，有点干不过呀，我们得需要沙米拉。盖伦再撇一张，卡特包女拿一个，黄子拿一个，完了，盖伦撇了，最终盖伦依旧没有升到三星，难呢。现在目前我们钱儿有点不够啊。卡特有点太少了。乌鸦能不能给点劲儿？乌鸦打不过，阵容强度不够。黄鸡带三国，有三国天，有三国的小旗儿啊，有小旗儿。还好我那包女儿没卖啊，我那包女儿，我差个鸡了啊，差个鸡。我给乌鸦上一个，我差个鸡啊，我狗三国差只鸡，来个鸡吧。行不行？给个鸡。
给只鸡吧，求你了啊。三国蛤子不好用，拿禁符。算了，你俩走吧。终于有点乐子了。给个鸡吧，行不行？给个鸡。完了，没鸡。甩手。你们说是三国禁夫厉害啊？不是，不是禁夫啊，三国婉豪厉害，还是三国乌鸦厉害？婉豪哈，那我把乌鸦撇了。给个鸡吧，求你了，给只鸡吧！哎呀，真难呐！卡特，给个龙刀得了。嗯，找点钻。哎呦我的天使，天使也太猛了！天使有点太猛了，天使，这三国果然还是不太行，也不是三国不行，不是三国不行，是我们牌不行，你知道吧？还得是我们牌不太行。我说实话，先结个账吧，没有鸡呀，也不给鸡呀，没有鸡，没有狗，三国的情况下。不行，牌不行，三国得顺，行吧，兄弟们。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吧，啊，我们今天的直播，破产了，那也没办法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行不行？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早点睡觉，早点吃饭。明天见，兄弟们。